截至2016年 ,75% 的大马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。国政政府已推出多项措施以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。双轨电动列车交通服务，金马市巴东雾沙北海吉隆坡中央车站怡保，缩短 45% 的通车时间。KVDT 八声谷双轨火车系统维修和提升42公里长的轨道。万劳南湖镇综合交通总站线显都新邦八度线，为从西海岸通往东海岸的交通创造更有效率、快捷及舒适的交通模式，全程长达 600.3 公里，24个站点连接雪兰莪、彭亨、登嘉楼和吉兰丹。从哥达巴鲁至峨迈的通车时间缩短至少过4个小时。流浪者收容所为流浪者提供食物及暂时住宿以及职业咨询。地点：黎丘路、吉隆坡；古晋、沙拉越；新山、柔佛；乔治市、槟城；怡保、霹雳。流浪族收容所已汇集33,352名流浪者。国政履行我们的承诺，以民为本，绩效为先。